我没见过他呀。啊？定是我将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，他在一旁学会的。此次天赋极高啊！用意不用力。黑羽断续高了，本门的虚无妙药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弟子也不知道，你这小童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是顺口试的，看看胡青牛的易经是否有误。还真有，拿来。没有。没有了。没有。拿药来。没有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。把黑羽断续膏拿出来。想不到堂堂的明教大教主这么没出息呀、啊，在武当假扮起道童来了。赵姑娘言之差矣。先父翠山宫正是太师父座下第五弟子子随父，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，不需假扮。徒孙张无忌叩见师公和三师伯。事出仓促，未及禀明身份，还请恕欺瞒之罪。孩子，一直以为你已经……太好了，你没有死，太好了。太师公，无忌好想你啊。翠山有后了，他可含笑九泉了。当真？恭喜你啊，教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呢。我也应该恭喜你啊，生了这么个好外孙。什么好外孙好徒孙啊，两个老不死，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。赵姑娘，阿三是你的手下，想必你定有黑玉断续膏了，请赐予我三师伯六师叔，以便治好他们的断肢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我啊，恨你入骨，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当牢中对我轻薄羞辱之罪。那日为了解救我教中人，事在紧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其实在下绝无丝毫轻薄之意。你要黑玉断续膏那也不难，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，我便双手奉上。哪三件事？我现在还没想起来，等到我想起来了，我说一件你就做一件。那怎么成？如果你要我自杀，要我做猪做狗，我也必须依你。我不会要你自杀，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。就算你肯做，只怕你做不来。好，只要是不为侠义之道，而我又做得到，我张无忌依你也无妨。公子，张公子，哎，小刀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和不悔姐陪阴柳侠他们一起来的。那六叔呢？哦，他们就快到了。阿达，在。就把姓张那小子的两条胳膊给我砍下来。是。让开。
姓赵的丫头，你太卑鄙了，用倚天剑欺负我教主手无寸铁。我就是卑鄙，怎么样？谁叫他把我送给他的东西转送给别的女孩？武技，看太极剑法。看清楚没有？看清楚了。还记着没有？已忘记了一小半。现场现卖也难为你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已忘记了一大半。糟糕！教主越王越多，那他就……张志远，你这种太极剑法很是深奥，看一遍，武技怎么记得住呢？请你再使一遍，给我们教主瞧清楚。现在呢？我这下全忘了，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啊，不坏不坏，忘得真快呀！他们徒孙俩在干什么？哼，您这学武未免太迟了吧！罪责，且慢，不留下黑玉断续钩，休想走下我当真。是他们啊！教主你不要走一步就叫一句，烦不烦呢？嘿，教主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族长，我是在担心他呀。这教主和张真人在里头好半天了，不是？师公，您在笑我？不是，我是在想，我活了百岁，这百年来的人生经历还没有你几年的精彩。我还真不想有这种经历，在死门关前不知道走过多少回，这种曲曲折折的遭遇，我实在无法承受啊。过去了。一切的不愉快都过去了。师公，您可知无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啊？我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父翠山是我最疼爱的弟子，爱屋及乌，我对你呢自有一番疼爱啊。自你失踪之后，我不断自责，不该让你去蝴蝶谷啊。好在老天助你，化苦为甘呢。教主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咱们徒孙一聊就是大半天，他们一定是动交集了。